我摆看到这个台北火车头，今仔一早八点外，上班的人上这时阵，台北火车站讲有出口熊熊来请，哎，小林员赶到现场，赶紧搜索现场的民众，有哪找到讲在地下一楼倒火所在，迄所在是讲有蹲正一个这站物啊在烧，啊，相关单位爱去调查。普隆市人正多，台北火车站再去传出火警，有民众通报伫咧 M 国出口的通风井，再去八点外请烟出来。消防员赶到现场了，伫咧通风井周边由顶头向下骹喷水降温，搁再到地下一楼确定火伫咧倒位度。那我们发觉是在成品地下街里面的排气室里面的通风竖井那个单独的区块里面有一些杂物的一个燃烧，所以烟才会冒到那个整个通风竖井才会排出去。伫地下一楼的排气机房到通风井差不多20几公尺。消防员认为，这段钢线中的路网有物件条条的烧起来，因为是单独的区域，搁再加上第一时间就把火拍花，所以并无造成其他区域的损害。那那火烧的面积差不多只能平方公尺。那这个实际的原因是上面的掉落，还是下面的一个物品的起燃的部分？那由于我们后续这个火调做后续整个调查。台北火车站在这几年发生过几多遍不同区域的火警，对南部坐车来台北的曾先生认为，车站的动线跟导线的标识应该更加清楚较好。可能有时候一时就会有点就是摸不着头绪这样，希望台北这边能把逃生动向能弄得比较明确一点点。因为火警的现场烧的物件有可能是塑胶珠，所以代志发生了，相关单位也随对车站的每一个通风井开始做现场的勘查，确定是不是有物件掉掉的情形，以便这种代志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